是棒，愿你更棒。今天是什么？今天也是个特别的日子，现在学院时间到，别忘记吹蜡烛，未来无穷。未来无限大，哇，这个环节是他们没有跟我讲过的，所以我看着有点懵。感谢啊，好了，你们上去休息一下吧，谢谢你。从这个工作以后，打断你们了是吧？不好意思。从事了这个工作以后，受到了大家的关注，然后每一次生日都变得特别有仪式感。要感谢我的贝壳一直陪在我的身边，谢谢你们。我这个人呢，就是比较认真，做什么事我希望把事情做好，包括演唱会啊什么的，就是希望能够对得起过来花时间过来看我。你们上面的朋友听得到吗？